那这个怎么唱呢？一开始呢，我们一样按着 G， 右手就开始刷我们刚刚那个节奏，下下下下上上下下下上。那记得你在刷这个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分成这个上面的下跟下面的下，所以是下下有没有？下下下下上上下下下上。我把 bass 刷出来，前面两下把 bass 刷出来，哦，后面的和弦都是一样的，可以吗？把层次刷出来哦。在这个 bass 这边会比较好听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哦。要不是，然后再把歌词唱去。要不是你在我身，可以吗？我先前面四个小节先慢慢的讲，好，那你们一起练，然后后面我就讲比较快。好，再说，要不是你在我身，好，再来上下旁，可以吗？要不是你在我身旁。我第二下，我不知道那些日子该怎么坚强，还好有 MI7 你的陪伴，下要不然我早就已迷失了方向。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D 换到 D sus4， 这边有个垂音，可以吗？这边有点难哦。这边怎么弹？这边就是一个弹下去 D 下，小拇指呢垂下去，可以吗？这就弹一下哦，可是会有两个声音。你们练习看，小拇指可能一开始没有力的哦。再次，然后再上下上，再说。上下上下上下上，再说，然后把小拇指放开，放到 D， 下下上，再说。记得这边弹到中间的时候，要唱要不是，要不是又要接下一个，对，这边很难哦，试试看，这边是这样，要不是，换到下一句，那就一样的，继续下去，你给我力量。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，我想我已经习惯。你们试看哦。紧紧地躺在你的怀中，变勇敢。这边记得弹五下以后，右手把声音切掉，走走，再说二三四五，闷掉，闷掉，闷掉，就是你用你的这个手到这边，有没有？把它放在这个弦上面，声音就不见了。然后记得用上去以后，嘴巴要唱“亲爱的”，好不好？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后面一样，脾气快不知心机外，还有点变态。可是有你在，我就会乖乖，你就是我的可心，我的最爱。后面一样。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真的很帅，很多人真的不意外，因为有你在，我看到未来，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。马太，我这边记得，这边你要对你喜欢的人唱的时候，不要乱唱，好吧？或是对着你老婆唱的时候。未来的老婆唱的时候，不要乱唱，你不要唱成谢太太哦，哦，你可能就会这次唱了以后就会分手，本来是在求爱，对不对？结果不小心就分手，你唱给谁听？哦，不是这样，不是，我们要唱对名字，哦，他姓什么？不是，是你姓什么？你就唱什么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姓什么，姓马，你就唱马太太，对不对？你姓杨，或是你姓什么谢，你就唱谢太太。懂吗？哎，不要乱唱哦，不要唱错了哎。马太太，